小朋友你好，我是吴老师，我们一起来念小鱼和螃蟹的手指摇吧。手变成一，一只小鱼水里游，孤孤单单在发愁。两只小鱼水里游，摇摇尾巴点点头。三只小鱼水里游，快快乐乐做朋友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念一念螃蟹的手指摇。小朋友说螃蟹。两把剪刀尖又尖，生气就会剪剪剪。横着走路垫脚尖，爬呀爬呀到海边。